我这不是刚买了几个柚子吗？今天就好好霍霍一下他们。你们看我剥的，强迫症见了都忍不住点个赞。剥掉的柚子皮千万别扔掉，用刀把这个白瓤去掉，要刮得干干净净，加盐用水焯个几次，然后再清洗一下。把剥好的柚子肉和柚子皮一起放进锅里，倒入冰糖和水，就这样炒啊炒，炒到水分差不多干了，关火倒蜂蜜。你们看这个粉色是不是很猛男？最后把猛男粉柚放进密封罐里冷藏一下，喝的时候用热水冲一杯，一边喝柚子茶一边吃个水果宴啊，舒服。柚子剩下的这个白肉也别扔啊，它还能做 QQ 弹弹的柚子糖。好家伙，柚子可真是个省钱小能手，你们快给我拿小本子记好了。同样也是放冰糖和水，翻炒到结霜就搞定了，酸酸甜甜的，还满口爆汁，放进罐子里，明天等我闺蜜来了给她吃。如果到了这一步还有柚子肉没吃完，就把柚子肉剥成一粒一粒的拿去冷冻，冻完后你看这颜色。好家伙，猛男见了都拍手叫好呀。倒上酸奶搅一搅就成沙冰状了，冰冰凉凉的，北方人吃了都打哆嗦，但是真的好好吃。我能一边开着电视毯一边吃吗？沉默、哦、没人比你更懂我，我是羞涩的，你是慢慢的，何时能碰出花火，怎么对你着了魔、哦、原本是朋友的我，不知不觉的我就爱上了，可不敢对你说，不是我的花朵，我太啰嗦，你的世界只有我，简简单单的承诺，偏偏就能打动